7-Eleven.各位贵宾，那我们已经进到这个普渐道河大社里面了哈。那么我们进神社之前呢，都要先洗手，好，让我们先洗一次示范给大家看哈。好，大家都要洗哦，大家都要洗一下哈。 来，我先来示范几杯，好不好？来，首先呢就是一瓢水，好不好？一瓢水用到底哈。好，先洗左手哈，然后呢洗右手，然后洗完右手之后呢，哈，用一点水在手心漱个口好吗？哈，然后剩下的水往后倒，搓一下你拿的位置。好，又是一只很干净的水勺哈，我们还回去。好，每个人都要洗哈，表示对里面神明的尊敬哦哈。 我这种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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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